过去的沙漠里面的大俩不一是没有通信信号，更没有照明用电、饮用河水。我们2017年开始第一批搬到这个新村的，然后第二批是2019年年底搬到这个新村来的。新村的条件就怎么说呢？我们以前特别羡慕县城里的那些人的房子，现在我们的房子也跟县城的差不多了，条件特别好。现在我们新村已经有了学校，然后像卫生员、便民服务中心、游客接待服务中心，基础的设施都齐全了，都有了，啥都很方便。游客们咨询呀，然后他们规划路线，我们的那个停车场也挺大的，也有那个充电桩，他们的车可以充电。我们这边也有民宿，想去老孙的话，就是游客们也可以提前预定，我们旅游合作社的人可以做向导，和他们一块儿进去。